一直有朋友留言想问这个荞麦面的做法。首先给大家说一下，我们家乡盛产荞麦，比如说我们这儿的定边县就是世界红花荞麦的原产地，我们从小吃荞麦也吃的比较多。今天我们就要做一个荞麦的烩面，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做了。做烩面需要的配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定，我给大家说一下我准备的，有洋芋、胡萝卜、香菇、西红柿、木耳，这是一块牛肉，还有小油菜，把配菜都切成小丁儿。再来切牛肉，把牛肉切成臊子。烧油，油热先下牛肉，先把肉上的水分炒干。水分炒干下料，葱姜蒜干辣椒，盐花椒粉13香，生抽，找来点酱油，把料炒香，炒香以后下入所有的配菜，把配菜炒一炒，倒水，多上10来分钟，汤让自找我们来和面，这是咱们的荞麦筋粉，一碗荞麦筋粉，兑上半碗白面，凉水和面，把面和的软硬适中，揉起来就可以了，不用醒面。直接擀成这么一个大片儿，不用太薄，切成条。就成这样了，直接揪成面皮下锅里，面下进去以后把绿菜放进来，滚上2-3分钟就出锅，出锅的时候来点鸡精、胡椒粉，来点醋，好嘞，香菜，哎呀，吃罢这个饭好久了。哎呀，赶紧吃。好的。来了。哎呀，我这不管什么饭，只要提锅贴的时候，做的海底子都好吃。就是这句话，不是我说的，粉丝说的。主要是你手艺太惨了。小的时候经常这么吃，不过小时候不放肉，买不起。小时候荞面吃的最多的是酸菜和荞面，嗯，最多的还是荞面和萝卜。好热呀，然后把衣裳脱了去。那多吃凉了是吧？就是。看我的。下面生气，哎呀啊！辣椒吗？对，要不要？要，你先给你来点。嘴儿可今天吃的面不大，嗯，我面吃肉点点。我都爱吃。我发现没有羊也不爱吃的饭，还要可怕，好养活。像我这种就完了。光在吃肉。
们慢慢吃啊。嗯嗯，朋友们，感谢大家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儿，明天再见。再见。嗯嗯，拜拜。再见。再见。